对于中国嘅球员嚟讲，好啦，咁啊，马晨睇下啦，冇错啦，呢一场嘅赛事啊，由中国嘅马文格咧就系对住呢个系皮恩格嘅。睇翻现场嘅比赛，咁马文格咧系好咧就系上阵嘅，咁啊睇下究竟喺单项嘅赛事单打嘅赛事方面咧，可唔可以咧能够系顺利晋级啊？咁啊，马文格前一段咧就喺德国打俱乐部。 嘅波多，所以对，2-2平手。哇！呢个就俾翻佢嘅吓，俾翻你落唔要啦。系一个君子嘅风度嚟嘅。好啦。今日马文格咧就近年嚟讲咧都可以话比较沉寂些少，但系咧都系能够维持咗喺世界排名13位嘅位置。球速啊都好快。 中台对攻，上前马文格打咗个出台，仲有正个，咁亦都可能系近期咧喺欧平格4-6，侧上旋。哦。 就唔好话系要回击个球啊！侧上旋，哇，走得好快喎、啊！马文格救唔到个球，救到系出界嘅。哇！握住佢反手，大家斗反手，斗边线，仲有救翻个高球，哇！斜出，哇！呢个波就打过去正手拐弯嘅。 侧身抢攻直线，哇有波、啊！咁啊佢啊喺度不攻之外咧，仲要逼死马文格系离台走位噶，冇力打，打翻转头，哇呢波真系冇得弹。对啦，呢场嘅赛事好靓啊！离台远台打反手，抢攻，猜翻短球。 嘅平格嗰方面嚟讲，佢显示出嚟喺临场嘅精神面貌咧，比起呢个马文格咧，就系好似系强，系成个人咧，唔系话喺好 fit 嘅状态之下，唔够佢高，所以好多时候咧睇到马文格系主动抢攻先，但系佢喺后边防御，嗱有机会咧打翻转头。 皮恩格咧胜在咧佢系反手离台之后咧有反攻，而马文格咧就输蚀在喺离台。嗱好多时候马住个发球局。抢攻啊，过正手，右侧身打喺中台打。 个台面都有啲汗水喺度啊！突然间打，文格可唔可以咧系接好啲？拉翻个弧圈，侧身打佢。 系4-2撥千斤，诶，接翻球失有啲，系啦，因为到一个关键嘅时间啦。短球冲个正手，再冲个中间，再打正手，好球，哎。 再冲个直线，好球！哇，正手啦，呢分好关键啊！下旋，猜翻个抢攻直线，大角度，好球！冇转噶呢个球，射翻住，哎呀，紧啊！
哎呀，弊啦，出台上翻嚟，唉、哎，真係弊啦，真係。短球搶攻，正手再打落中間嗰度，哇！打曬出嚟啦，係。佢係把握到今次機會。長球擺翻短，哎呀！哎呀！食得幾分先？冇轉。哎呀！而家係展開呢一場賽事嘅第四局比賽，馬文格先發球。一場咧係咁劇烈、比數咁接近嘅賽事啊！隔上去咧就會係用反手會多一啲，用反手咁大，睇下可唔可以扭轉啦！一有都係拉得好接近嘅分數，暫時3-2。哎呀！高波。啲發力嘅球係差啲，嗱呢啲借力嘅波佢係控制得好好嘅，時間咧絕對就唔會話係把優嘅，一定係同對方咧就係一啲而咧係過唔到對方嘅長區裏邊。哎呀，到佢發失球，只能夠係追翻呢一局，暫時6-4。嗯，謝謝。打開嚟先。呢、這個好路啊！打到個離台，慢慢打。嗱，佢離台咧，佢有波啊，特別反手咧，佢會佔盡優勢嘅，7-5。哎，側身，冇轉，又係打個正手。8-6。哇！係，反而只係一分波嘅差距。上船又追平啦，打啲快波 ，set 住过佢正手，哎呀，好正手啊，始终住好稳阵啊。最惨嘅辛苦一分咧，就系反而失咗分。哎呀，又食9-11，得上上球，打到佢正手嗰度，佢反手有波啊，走啊，守住曬馬文家，落點太慢嗰頭，太空嗰頭，所以咧就有啲造成係有足夠嘅實力咧，喺國際嘅冰壇上面咧係佔咗一席位置嘅，個個都即係好了解嘅，好識打噶啦，咩研究啊？係追翻上嚟，成局數2-2平手啊！上風拳，打個正手，再睇呀！哎呀，反手幾好，始終都係攞唔到一分啊！兩條線喺方面咧，能唔能夠咧係先攞到優勢？啊！到佢新嘗試啊！發力打添，冇轉，擺翻個短球，先係。哎呀！短球。哇！佢仲好，你好，佢仲好。好啲啊，追翻上嚟，用力猜翻過去，側身打個直線，拉翻個冇力嘅先，發力再接發球嘅，好啦，集中啲接發球，佢打啦，防住佢，哎呀，防咁拼啊，而且命中率好高喎，好穩陣。哎呀，係有運啦。第二個，哎呀！第二個唔敢掟多啲，個局波咧輸2分，點講啊？你話仲有？哎，好球！準備佢搶攻啊！係啦，話咗佢一定搶攻啊！睇下佢發球啊！
哎呀，呢個智取，呢個手腕功夫幾好啊！接好啲，得啦，倒翻去，冇力嘅，過去就得啦，過台得啦。哎呀，過唔到，下船。下船，哎，好嘢，好靓，好啦，可唔可以咧系赢到呢分最成平手咧？八失，唔失添，哎，好嘢，最成平手，哎，好，跌，多打啲直线球，呢个球佢估计唔足，上前。在打第四局的時間咧，有些懷疑咧就係馬文革方面嘅體力，但係咧證明都絕對是冇問題嘅。格暫時領先兩分波，有就冇啊！打到第五局嘅時候都是咁樣，唔側身，大家鬥反手啦，側身細力啲拉個直線，再打一條直線。再打個反手，哎，差啲，點樣翻？一下子追翻兩分，冇轉，快攻快打慢，係再打直線，係多啲打直，側身打斜線啊，俾佢嘅反手咧變線變落去正手空檔嗰度。而家係平手啦，5-5啦，側上船睇到啦，係啦。下船插翻佢，哎呀！哎，側上側下，側上，主攻嘅機會亦都少咗啦，都係 set 下 set 下。機會，馬文革8-7領先一分，始終力側身進攻。今日嚟講咧，對於馬文革側身嘅正手進攻方面咧，可以發揮到淋漓盡致啊！哎呀，仲可以有得掹，冇轉，猜翻個短球，都有心理影方面影響。下船搶攻，冇轉，搶攻個斜線，再結果咧就係少好多啦。後面咧係加以牽制對方。鬥反手，鬥住反手先，側身拉佢，哎，能攻能守，哎呀，點球。前面嗰幾局啦，哎呀！哎呀！一下子輸幾分波啊！越打越好啊，越打越勇啊！未轉係啊，13-16。方面咧係要把握得到。追翻上嚟，冇錯，所以又攞翻幾分噶，好嘢！睇下啦，馬文革發球。近年嚟嘅歐亞對抗都算係靚球啦。哎呀，冇勢嘅，打個正手。
哇！好睇啊！呢一場嘅賽事，孔文傑啊，本來喺落後嘅情況之下。